就是不怕那个很香，怎么讲？很香，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。煮饭呢？啊，回家嘛，第一个啊，枸杞。但是哔哔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。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，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，哔哔，乌达斯。Udas pipi udasio, uda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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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 pi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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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io, udas pipi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.Udas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。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，哦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，吴大师 BB，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出的吧？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？我想吃饭，怎么讲？马烧让你。马烧让你。嗯。关机。把你放出来。阿妈。我肚子饿，我想吃饭，怎么讲？马烧让你。就这样吧。我念让你迷上。哦，什么？我念让你迷上。不打是比一比。Thank you.
Yeah.
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，那个黏在一起，那个交配怎么讲？哇！你的我的呀，嗯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，大哥叫罗罗，那个叫罗罗，马嘎是大哥，马嘎，马嘎，嗯，在乡配叫做马嘎叫罗罗，马嘎叫罗罗。啊、在香贝叫做马卡丘罗罗，马卡丘罗罗。在香贝叫做马卡丘罗罗，马卡丘罗罗。啊？什么？马卡基斯巴拉呀？马卡基斯巴。马卡基斯巴。叫贝拉，叫贝。哦。马卡基斯巴斯巴。那如果那个蝴蝶。打爆了。马卡基斯巴拉呀！马卡基斯巴，马卡基斯巴，叫贝拉，叫哦，马卡基斯巴斯巴。那如果那个蝴蝶，打爆了，公的跟母的怎么讲？公狗跟母狗怎么讲？kina kina 就是母的。kina kina 是母的。嗯 ，kama kama 就是公的。kama kama 巴肚就是狗。哦。kina kina 就是母的。kina kina 是母的。嗯 ，kama kama 就是公的。kama kama 巴肚就是狗。哦。kina kina 就是母的。kina kina 是母的。嗯 ，kama kama 就是公的。kama kama 巴肚就是狗。哦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度沙印图案。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擒拿术，擒拿术共分七式，是采用各种徒手格斗手法，利用人体关节、穴道及要害弱点，使敌人身体局部产生剧痛，束手就擒。各位长官，各位嘉宾，为落实训练安全，要求部队操作先依分解动作线。擒拿术，第一式前抓法反擒法。分解动作，一、二、三，预备，于是动作开始，预开定，第二式做。连续动作开始，停，
续动作，开始。停。第七式，往步小禅。分解动作。举动，好，开始，好。接下来要为面对敌人持刀突袭，且情况危急无法使用枪械时，发挥擒拿之攻防，以擒制敌人。请看操演，夺枪术。夺刀术，第一式，压往台走，预备，杀，开始，杀，杀，停。第二式，台臂压，杀，杀，停。第三式。往顶轴，预备，杀，开始，杀，杀，停。第四式，开始，杀，杀，停。第五式，侠臂压腕，预备，杀，开始。停。第六式，旋臂顶轴，预备，杀，开始，杀，杀，杀，开始，杀，杀，停。第八式，转体压轴。文明英雄，我台湾族，比亚，感谢乐文，是台东县大武乡上武村古城古庄部落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布里子，布里子。哎，不是乳酒吗？还是什么？乳酒也可以啊。阿里奇，阿里奇。那女生的怎么讲？布吉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不，阴毛要怎么讲？古比斯啊，古比斯。哦，勃起那个怎么讲？阿克罗，阿克罗。射精要怎么讲？就不打啊，就不打。很粗怎么讲？古拉，古拉。那个很长呢？阿罗啊，阿罗，阿罗。中破塞吼，他有唱一首歌叫那个吹喇叭哈。如果那个字要怎么讲？吹，吹，吹，吹。如果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就没有个讲，也可以讲说穆萨鲁斯。穆萨鲁斯。勒姆。勒姆。萨鲁斯。勒姆萨鲁斯。那如果像我们有时候讲很爽，那个字怎么讲？萨翁瓦啊。萨翁瓦。很色，马巴莱，马巴莱，马加九，马加九，波霸那个大胸部怎么讲？古拉，啊，古拉加九，古拉，对，古拉。然后胸部怎么样？嘟嘟，啊，嘟嘟，哦，古拉嘟嘟，对，哦，舔怎么讲？吉米嘎，啊，吉米嘎。吃怎么讲？嘎努，嘎努，嘎努。吞呢？甘住啊，甘住。那个咬怎么讲？嘎狗啊，嘎努，嘎楚，嘎楚，咬叫嘎楚啊。在上面，在下面怎么讲？一巴宝一只狗，一巴宝，一巴是上面，对，一只狗是下面。快一点怎么讲？卡雷姆，
阳痿怎么讲？好像我不懂哎，没见过，我也没经验。那个做爱怎么讲？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。make love 对。Yeah, OK。啊？酒肉。你直接讲嘛，先大声点。酒肉。酒肉。给。啊，再一次。酒肉。酒肉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，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，五度沙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。五大师比一比，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活枪术共分八式，是在面对敌人持枪不刺，也迅速闪避攻击，利用拳脚击摔方式制服敌人，夺枪反制。请看操演。活枪术第一式，卷拿夺枪。是挂机夺枪，预备，上，开始，上，开始，上，预备，上，开始，上。第五式，闪踹夺枪，预备，上，开始，上，上，上，停，上，上，停，开始，上，上，停。八式，锁喉夺枪，预备，上，开始，上，上，停，上，综合格斗操演完毕。谢谢地府三生三旅带来精彩的综合格斗演练。王孔良亮，正是他们，荣耀不光，血气已破，是他们展现综合格斗以实战前方参加训练的难度、强度以及广度，自民国100能防身、战时能杀敌的训练目标。此次参演的人员，不论是志愿役或义务役弟兄，皆用心投入操练。请再次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被搬走了。提醒各位贵宾，从草皮两侧穿越行走的时候，勿穿越表演的场地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各位长官、各位嘉宾，请看正前方，即将进场的是陆军特战指挥部战机队。战机队成立于民国91年，原名天龙队，主要在培养特战指挥部战技总能师资教官，跟培育新人。他们将延续机部333旅威猛的气势，为各位带来精彩的战技演练。英雄中的英雄，好汉中的好汉，气势如虹，身手矫健，陆军特战指挥部。这几队，陆军教官，中国特战，中国特战，立即上阵，上上上，上上上，上！本次战地队操演，是在展现使用于远击、近打、贴身摔肢实战技巧。操演项目综合搏击、实战对练等四大项目，请看操演。首先带来的操演项目。
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？你用，如果说那个鱼的话叫嘎巴，嘎巴乌德斯，嘎巴乌德斯，那就是嘎巴，嘎巴是鱼什么？对。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，这个字吗？套子？嗯，真没听过呢。那那个打手枪怎么讲？自卫？米巴乌德斯啊？米巴乌德斯？米巴乌德斯？米巴乌德斯？什么？什么吧，你的打篮球。那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。但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。你个屁屁！屁屁点屁屁是舔那个舔那个、啊。那个如果说。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、哦，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。德鲁普话怎么翻译？哦，那现在么多还有阿德斯卡巴萨，对啊。讲那个男生很猛，很猛怎么讲？对不？啊？哎不啦，对呀不啦。哎，厉害的意思。哦。那如果说那个如果说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，不要这么回事。哦，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，不要这么回事。哦，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，不要这么回事。哦，来问一下哈、那个德鲁古话哈、听得到吗？大声一点。那我来问健康教育哈，那个德鲁普话男生的器官怎么样？不打死。女生的呢？比比。好，那个男生的精子怎么讲？那叫 hold up。啊 ？hold up。ho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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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。那个女生的月经怎么讲？打了比比。啊？打了比比。打了比比。那那个男生勃起怎么讲？哎呦，的是啊，树，个树，树，个树。那那个什么射精怎么讲？声部难的啊，声部 hold 档，声部，声部，嗯 ，hold 档，哎 ，hold 档是什么？嗯，精子。那睾丸怎么讲？巴顿。那个乳房怎么讲？乌龙。那个乳头呢？小朋友要吸奶的乳头。乌尿嘟噜。乌尿嘟噜。啊。那个乳汁怎么讲？尿。啊？尿。尿。嗯。那那个阴毛怎么讲？阴毛你是指男性？都是男性，男性叫乌班乌德斯。乌班乌德斯。女性叫乌班比比。乌班比比。那那个腋毛怎么讲？那个不知道了，没听过。那个男女行周公之礼哈，就是男女结合要登母哈。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八极定乾坤。八极拳又称耙子拳，这些刚柔猛烈，脚法灵活，拳法细腻，是近代史上八部重要官员之大内武术。训练时讲求稳、狠、准。属于短打拳法，其动作极为刚猛，在技击手法上讲究寸节寸拿，硬打硬开，真正具有一般所术。然后扑靠风他的特点，发力于脚跟，行于腰际，换手指尖，不光发力极大，极富有技击的特色。由于八极拳动作刚劲，无实无华，发力爆猛，既有晃旁撞天刀、剁椒正交斗之势，因此中华武术传承，提升个人修身养性，提高武术技艺和武德为目的。其八极拳精神讲究十六字诀：忠肝义胆，以身作盾，舍身不我，临危当先。
用，持刀法运用魔术中，端兵器匕首套路，借由格挡、刺激及割体等动作，使本部官兵熟悉人体要害部位，与敌近战格斗时，能迅速对准敌要害予以致命一击。此项训练和我特战部队不再需求。接下来操演的项目为实战对练，首先带的操演为摔马实战，追。现在场上看到是人称特战队长上士陈俊杰，自幼习柔道经验丰富，技巧成熟，并曾多次参加世界杯、中正杯、全国柔道标赛，均获得全国冠军等优异成绩。
表示，预备，开始，散打国旗。
平时实战对练，以培养官兵能战、肯战、敢战及不畏战的精神。徐胜华是你本名吗？是啊。那当兵当
当多久？当了五年。快五年了。哪里毕业？高雄。哪间学校？高峰工匠。啊？高峰工匠。高峰工匠啊？那怎么会想从军？兴趣啊，好兴趣哦。哎，那当兵有什么优渥的福利措施？介绍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换他进去。给那个部落的年轻人接近一下，当兵有什么优渥的福利措施？有。对家庭比较有帮助。具体一点，薪资待遇啦，就是你们那个简章上有简章上有写的，不是那个减免。待遇好就好。我不知道怎么说。那有没有台湾族的名字？我忘记怎么讲了，我忘记了。那我两三个单字就好。那个太阳怎么讲？台湾族话太阳怎么讲？大道。啊？大道。很热呢。我住有喝水，那有，这是你女儿吗？妹妹，好妹妹，妹妹啊，你好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那个还有哪一个是原住民？那个，你刚刚是表演什么项目？综合格斗。哦，综合格斗的。你现在几岁？24。好，马沙鲁哈，等一下有空再访问一下，谢谢。你会 B-box 哈，那就开始表演喽，来呗，开始。很好。看这边，看这里哦。问你敢不敢再说个人的你爱我，想要这样为爱习惯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独钢嘉宾，独钢嘉宾，更温馨，沙音不少什么哟，乌都玛尼鬼鬼，罗嘎扎来，黑老罗耶。看这边，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。国语名字叫白宇浩。太阳名字。太阳名字叫宇浩。哪一组？太阳组。住哪一村？奥村。哪个国小？奥国小。几岁？几年级？八岁三年级。好，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。好，谢谢哈。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，一束路观之后那段路安安，不计数那奴婢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碧柳不喜不那安安，一大碗阿米嘎阿皮和粉露，都告诉娃娃，他的心很暗，你爱你妈妈，是不是玫瑰？如果人有你，他不骂不娃娃，都告诉娃娃。当他的妈妈古筝啊，白羊吉勒拉伊达呀，古筝啊，白羊吉勒拉伊达呀，伊玛白羊吉勒，伊苏舍外白羊吉勒。不不来一书阿苏阳白羊吉勒老黑本阿善德玛罗姆我要换
Bayu Temalung, sekarang kucing. Bunga sayur suh. Bunga sayur suh. Hua su fa un, bunga sayur mu。问一下，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？随便，字都可以。嗯，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的？简单的一两个字。谁会？因为没有啦，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。都还没开始上课。哎，我们没有有落很久了。母语发展的比较晚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，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，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。对。70、80岁的还有人在吗？70、80岁的有，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，对，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。五大师比比一比，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，五度沙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。五大师比比比比，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。中间举动这边多一点。来中间一点啦。
村的。我是来香文乐村的。文乐村。这个大哥也是吗？他们布农族，阿美族。布农阿美。对。请玉里场的媒体朋友们去刚刚下车处上车。再次提醒，请即将离场的媒体朋友们去刚刚下车处上车。英雄出征，此番一家皆兄弟，有一场战在远方，征战中我举刀，我们军勇向前跑。过来一下比较亮，因为那逆光。有那么黑吗？不要撞我。不是逆光啊。有那么黑吗？不要撞我。不是。有那么黑吗？不要撞我。不是。有那么黑吗？不要撞我。我要问健康教育哈，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阿里奇。乳酒。乌里奇。阿拉来。阿鲁来吧。阿拉来是我们男生的睾丸呐。哦。阿里奇的波鲁。一个眼睛的头纱刀。我们乳酒。都有龙了。什么叫一个眼睛的头塞？就是我们的那个男人器官啦、啊。一个眼睛而已嘛。哦。这包皮要怎么讲？国中课本写的那个包皮、啊。哇，这个不要困难呢。是，
垃圾可以怎么讲？垃圾。舌吻。我那个拥抱怎么讲？马达达波鲁。啊？马达达波鲁。马牵手怎么讲？马加加。马加。马加加到了，马加加。啊。的抢婚会背新娘，我那个背怎么讲？什么歪？啊？什么歪？什么？什么歪？有时候讲男生比较风流哈、哦，好色、嗯，那个怎么讲？那个爱一个见一个人没有？嗯。你觉得天嘛就阿是瓦山啊，进来在阿里。小三可以怎么讲？他、嗯、说你有外遇的话，我们都这样讲说。没有。也是一手。打手枪怎么讲？有三有四。啊？有三有四。他还有那个什么揭秘个奖，你听过吗？什么样的？揭秘个奖。哪里的？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国语一样是打手枪，是、哦。还有两种讲法。中破塞里面有那个吹喇叭，那个怎么讲？吉米拉克。吉米拉克什么？就是互相舔这样子。互相舔，互相那个吧。舔舔怎么讲？就刚刚那个。吉米拉克。嗯。那个吃怎么讲？格曼。上次他们东元好像是讲。根曼屋里吃、啊，嗯，也是可以啊。根曼大锅里，那那个像我们，像我们没有，也不是那锅里吃啊。吹喇叭也不是那锅里吃。也不是是什么？吹的意思啊。就是像吹喇叭的意思、啊，对对对。那不大，多久要大？那那个还有的没有？像那个高啊，那个没有？对。叫那个卡路来呀、啊。哦。卡路来是什么？那个高啊，高蛋呢、啊？哦。男孩子的、那个。对啊。那个很爽，怎么讲？啥了嗯啊？啊，还很舒服，啥了嗯啊？射精怎么讲？你裤裆要硬呢，对不？我都要出来，你裤裆要硬呢。出来。啊，另外一个方言是，你裤裆要硬，就是我都要来了。快射了怎么讲？你裤裆啊？不能说快一点，那怎么讲？加加步啊，加加步。差深一点要怎么讲？就比方说那个竹子要插在洞。巴达拉就喂哦。啊喂，巴达拉就。啊，巴达拉就。很大怎么讲？不大了。很粗吗？哦。像这个树有没有？这个树。不大了。对对，不大，不大。都叫古兰。嗯。非常硬，很硬怎么讲？沙裂黑。啊？沙裂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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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硬。硬的意思。哦。那如果讲那个，像我们讲。男生器官或女生屁股很翘，或胸部很……你问的怎么都那么怪怪的？健康教育啊！对啊！你问的怎么都那么怪怪的？健康教育啊！对啊！你问的怎么都那么怪怪的？健康教育啊！对啊！那时候骨头那是紧的吗？啊？骨头那是紧，很紧，怎么讲？刚讲很松了喽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下再问很松。忙人，忙人。这个就不是盲人，很紧，盲人，盲人，盲人，很紧，盲人，盲人，怎么很松？怎么？啊，马路嘎，马路，马路嘎，马路嘎，那很软，怎么讲？像有的马路奶，马路奶，软掉吧？哦，那是马路奶，马毛蛋，软掉啊，对啊，那是瘫痪，瘫痪，咖喱鸡瘫痪，咖喱鸡瘫痪，咖喱鸡瘫痪，空空啦，咖喱鸡瘫痪，空空啦，通风，马巴里，这是母语通风叫什么？搞那大工伤呀？不是啦，搞那大工伤。你要吸珍珠奶茶或吸母奶？吸怎么讲？吸怎么讲？那个、什么肉啊？什么蛋？什么肉？什么肉？嗯，吸母奶是吸那个吸吗？一样的意思。没有更长，什么肉大肚肚？哦，肚肚是肚肚是奶、哦、奶的意思。什么肉大肚肚？哦，那那个奶水怎么讲？他们就是牛二号。奶水怎么讲？个顶，个顶。哦。五大四比一比。